那个得，哎，那个笨，你搞哪里搞来的？明明呀，宝宝，琵琶，我研究一下，糖、味精、盐。老姑娘每天到了下午，只要去弄些吃的，搞些果汁开开胃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等等，我给你们带了哇，好听没？这个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个太干了。哦，上面好大的声音啊！现在是三月底了，也进入老挝种植旱稻的季节，到处烧山。咦？现在，对你妹妹娘。啊？哦。哭哭嘞。哎。怎么你脖子下面你是不是长了那个嘎逼？瘦下降，怎么搞到脖子上去了？啊，咋又不是？下个月就是泼水节啊，四月的14、15、16号，也就意味着旱季结束，老挝的雨季到来了。对你跟娘给你带，不烂哇？这样不洗吗？给你吧。这个怎么吃？这个？哎，你蘸了这个调料来吃，还有点意思啊！哎呀，酸酸甜甜，辣辣的，还挺开胃的。之前酸一点，现在熟的。懂吗？懂吗？哎呦，好爽！好吧。我这不给你玩。没给白吃什么洗脸门对你不？可干不？没给。二姐不给你玩。拜拜拜拜。好了。我二姐不要嘛。咦。我被见了你呢，哎，高我你呢？好了，哦，多年年哟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么大。给你个金带吧。哎呀，这个好看哦。那干困不？干黑，快干黑。老板你来，我们地老老干快干。没有啊。哎，快亮了。对。破了，那龙马破了，破了，破了，破了。破了破了破了打面来的肉。好娘。打面来的肉。那里面，哦不，我才不吃你这个这么轻的，酸死人。破了破了破了，弄完弄完。
这个叫什么？来，兄弟们，你知道的可以打在我那个评论区啊。这个是不是叫姓还是李？怎么没几个叫宝宝？嗯。那就输了，比之前要甜一点了。是吧？再叫吧。再叫。这个长大以后就变成这样。这个给姐姐上啊。好的。走吗？有吧有。咱们放一个甜。这个甜。哇，这个甜啊。甜的也搞一点盐，搞点辣椒，搞点糖。样不？怎么样了？现在多肉怎么样？不米的。哦。啊，太爽了。嘎嘎嘎，我就是，哎呀，这里好多蚊子。哎。嘎嘎。嘎外婆给你碰啊，给你碰呗。爸爸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家建的房子。这个房子是去年先把这个主体给建起来了啊，然后就没有钱了，直到我今年来了之后，然后再开始建上面的那个房檐，就在那个上面的木头已经定好了，估计还得一段时间才能运过来。白娘，好白娘，再讲三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